等三分钟哦，没得。哇，还有我熬啊！爱意线入口即溶，好啦。今日佢哋唔需要面对主人，面对嘅系呢块 A5 和牛。今日嘅测试，只要主人离开狗狗视线范围三分钟，佢仲忍得住冇食到眼前嘅和牛，就当佢赢。为我哋打头阵嘅系睇佢身形就知道好喂食嘅阿拉斯加。我觉得如果佢知道有嘢食嘅话咧，佢应该可能挨到翻零两分钟嘅，但佢应该系会流晒口水嗰啲。咁啊，都睇翻呢边啊，咁啊，一号选手都开始进场噶啦，咁啊，都埋紧位啊，听听现场啊，主人有咩说话同佢讲翻声先。忍住啊，忍住三分钟啊，猫。好，地，有，地。主人准备离开之后啊，呢边啊，第一届啊宠物和牛杯亦都正式开始啊。一起步嗰阵啊，应声弹出啊，喂，咁快就食咗噶啦。我都冇咩可以补充啊。毛毛啊，点解食咗嘅？喂，点解食咗噶？做乜食咗噶？正所谓啊，细细粒啊，容易食啊。二号选手，我哋有啊细细只嘅松鼠狗啊，唔知佢啊顶唔顶得住啊？我哋听听赛前嘅分享啊。佢两个都好喂食嘅，有零食嘅话咧，所有人都可以系佢爹哋妈咪咯。我觉得他们两个会忍不住。二号选手都开始进场了，经过主人一番的训话之后啊，比赛亦都正式开始啊。四号啊，一起步嗰阵啊，咦，他状态相当不错，hold得住啊，好似大师兄对外卖仔咁啊，敌不动我不动啊。佢两个都唔喐讲条毛咩？不过经历了一分钟之后，我看到他的头开始喐，我喐下喐下之后，又吃埋啊！佢走咗鬼揾我啦！点解和牛杯啊？咁啊，唔经唔觉已经去到半路啊！有请三号选手啊，同样都是松鼠狗啊，睇嚟啊食极都唔会够啊！通常我望住佢嘅话咧，咁佢哋就会唔食嘅。但系咧一转身咧，佢哋就会偷食噶啦。hold 到几耐？我谂30秒左右嘅啫。头定行先。三号选手开始准备啊！咁啊，一起步嗰阵啊，咦喂，佢居然唔系跑去和牛嗰边，佢跑咗主人嗰边。哇！呢只狗真系靠得住，我觉得主人咧仲重要过嚿肉。喂。试下先啦，食咗啦，so good and tasty。好多人话糖狗听话、忠心又好养啊，但喺和牛面前，佢又会点抉择呢？吓？OK， 我系咯。三分钟啊，你得唔得，妹妹？得唔得？佢应该 OK。喂，哥，人哋都冇数你，你咁都话 OK 啊？自己压埋自己啊，好嘢啊！呢、這个主人。好啊，嚟。又去翻现场啦，四号选手啊，两只糖狗已经准备妥当啦。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OK， 等等，四。佢一支箭飞咗门口嗰度，佢完全冇理过个和牛，就冲咗去主人嗰边。佢对只牛威出去，失败 ，fail， 再失败，到底有冇狗狗去抵抗到诱惑呢？作为最后嘅希望，佢哋背负紧所有人期望。今届和牛杯最后一位选手，嚟自一家三口嘅边境牧羊犬。睇睇现场主人有冇啲最后分话先。见面快，有信心见面快，耶、yeah.！平时在家如果我是去喂零食俾佢咧，就一定是喂食噶啦，仲好紧张添，即系揼晒脚咁样嘅，都喂食嘅。我对你有信心啊，冇衰俾我睇啊，走噶啦 ，sell 啊！一开始嗰阵啊，大家都相当淡定啊，坐咗喺度就冇乜嘢啊。
喂，过咗一排之后，中间老豆好似有所动作喎。哎，原来冇事，原来冇事，佢系行开下一阵啫。喂，你老豆嚟噶嘛？你点可以衰俾个老婆同个女睇噶？嗯 ，I G A J， 三二一，啊！佢一见到我咧，佢就觉得我耶咁系啊！今届和牛杯终于有胜出者啦，恭喜晒！你，在座咁多位都系垃圾。我唔系啊！俾多个机会我啦！去挑战嘅唔系我，系佢。败者复活战，好。就俾多个机会你，呢只肥嘟嘟嘅阿拉斯加。俾多次机会你，你顶三分钟啊！比赛又开始啊！今次佢知道衰啦，但系都好想食。不出几秒，佢已经进入咗个天人交战嘅阶段啦。望住和牛两眼啊，舐舐你咁样，差啲又 hold 唔住啊！简直系百般滋味在心头啊！不过唔紧要啊，佢即刻好醒啊，采取一个新嘅策略啦，用呢个嘅转移视线分心大法啊，将自己所有嘅集中力都放喺周围啊，不断周围行嚟行去啊，希望自己嘅注意力啊可以唔放喺和牛身上啊。时间仲有唔够十秒，佢准备又行去只碟度，到底佢挨唔挨得住呢？猫猫好，Good boy. Oh, I'm no rubbish. 今届宠物和牛杯啊，因为经济不景啊，就冇奖品嘅，咁所以大家玩下就算啦。我哋来年见，拜拜。各位读者你好，我哋有事请你哋帮忙，因为苹果日报嗰个经营实在困难，请你哋多多支持订阅。